东京女神。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日本人，所以我就是个转机杂手。人家赌债还没有还呢，这卡啊，密码是来了吗？偷鸡摸狗的事啊，不男不女的，你是从泰国来的？我叫山本健兰，是日本人。我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当然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可以交一个朋友。男朋友，你下来站着看看。洛洛，站着。你的另一个空姐，哪里是雏鸟，那是老鹰。你开房，用我呢？你们两个混蛋！兄弟，买句话。买话？什么意思啊？崔根墨，刚进去的空姐，认识啊？哦，可能新来的我不认识。啊，不要。打听清楚，刚才那空姐的姓名和电话。这就是你。这我不敢。不能打，有钱都不会装。我真不认识。动动脑子啊，兄弟，事成之后。重伤，老拌法菜，老拌法菜，老拌法菜，给100块，买套房子，娶个老婆。老拌万岁，老拌万岁。老将，让我说。现在不折寿才怪嘞！救命！救命！救命！救我！有人要杀我！哎，谁呀？看，是他们出老千，害我把钱全部输光了。朋友，一个女人何必苦苦相逼呢？再说，这赌债本来就不干净。做件善事如何？欠揍是不是？杀！哎，杀！
谁呀？是我，新来的同事。啊，听说马航来了一位新的姐妹，原来是你呀。你好，我叫梅艳艳。我叫高露露，请艳艳以后多多关照。好姐妹，赶紧进来说吧。乱了，不好意思啊，其实乘务长走了之后就我一个人住，有点邋遢习惯了。五分钟马上搞定。不用不用，我也一样，喜欢漫天飞舞，喜欢玩刺激。真的吗？真的。太好了。哇，我帮你约去。姐妹，你男朋友在，你也不说一声，都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我男朋友，就他？靠！姐男朋友队伍里还没有他的名字呢。啊？男朋友都发展成一个队伍了，厉害啊！哎，姐妹啊，你是新来的，有所不知啊。现在这些臭男人，哎，总是想尽办法玩女人，特别是咱们空姐，更是让他们垂涎三尺。哎，就刚才那小子，追了姐三年了，今天呢是追姐的三周年纪念日，非要来我这闺房打个滚，这不我就成全他了。对不起啊。对不起？说什么话呢，姐妹？都怪他来的不是时候，他刚到一分钟你就到了。哎，我不好意思，怕你看到，所以就让他滚了，结果还是让你看到了，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哦。原来是个痴情种。痴情种？靠，就他想消费姐，先销售个三年，再丢他老爸半壁江山，再做三年春梦，姐再考虑给他回眸一笑，再开他一手枪，让他心碎忘分，生不如死，最后无药可救。够狠，姐妹，你是我的偶像。别，我可不想当你呕吐的对象。咱们空姐公寓有男人想不到的闺蜜，也有男人消受不起的贵人。记住，在这儿，金卡男人只是普通群众。群众？是的，裙子的裙哦。空姐公寓果然是不同凡响，名人骚客闻香下马呀。错，是名人未见骚客一大片。来，拿去，之前够你打车的了，赌徒没一个好下场。拜拜。小姐去哪里呀？18层地狱。
哇，空姐姐你好漂亮哦！哎，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请您行个方便好吗？好。我送送你好吗？送我？空姐女神，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日本人，所以我就是个转机杂种。我在亚太区做电商，我终于叫做流氓哦。嘿，空姐，我们一见钟情，我又没有女朋友，不如我们。左边脸上有一只蚊子。右边。自找惩罚，把脸转过去，快。狼，吃人。那姐们太神了，有时候折腾可以折腾一晚上，简直无法忍受。不行，我还是跟她吱一声。燕燕，别，我不想刚来就得罪姐妹。怎么会得罪呢？咱们这是关心她。好了好了，赶紧去睡觉吧。拜拜。哎呀，小蜜蜂来了，快坐快坐。是奶奶刚把你吹过来了。这不听说你家包子铺在全球都新开了几百家了。是呀，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圈内人都知道啊，所以特地过来拜访拜访你。哎呀，太好了，你这个是不是给我送蜂蜜来了？有事你就说吧，咱们大家都是老朋友，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想过来找你周转周转。没有问题，你说差了多少？其实也不多，就200多万。啊，200多万？你这得让我卖多少包子呀？你这包子铺好像一天都能建几百万的账吧？这点小忙你应该会帮我的吧？可以。这个钱我借给你，没有问题的。真的啊？没问题的，好吧。哎，老总。哎呀，大哥来了，好久不见了。是啊，大哥。哎呀，大哥你好。哎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他呀。啊。是不是来借钱来了？没有。没有没有，过来看看我。我告诉你，兄弟，他的事儿不要管，看我这个下场了吧？你应该最清楚吧？倾家荡产，这个事儿管不了。好吧，兄弟，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你别走啊！随后我给你打电话。坐会儿再走吧。真的有事儿，真的有事。别走，别走，大哥，回来坐会儿。我真的有事儿啊，改天打电话。那行，那改天你再过来，好吧？哎、好的，好的。哎，好嘞。刘先生，哎，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是这样子的，我在海外留学回来。哎，坐着你的航班，
就看到一个空姐走进这个酒吧来，我就跟着进来喽。那你跟踪空姐干什么呀？啊，她是个女神，女神啊，那这个美人啊。女神是我吗？小蜜蜂，你怎么跑过来了？跟鬼似的，跟闪电过来的。本三，救我，我有麻烦了，我有大麻烦了。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有什么麻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了嘛？千黑龙赌债，他要砍我双手双脚，还要把我卖到大街上去乞讨。本三，你知道不是丐帮老大，我怕。咱俩已经离婚了，你的事情我也管不了了，这么多年这赌怎么就改不了呢？别烦我了。多少？100万赌债加100万利息，一共200万。小蜜蜂，这么多年怎么就不改自己的毛病？我为了你还你的赌债倾家荡产，不管了，活该。本三，一夫妻百夜恩，你要救我啊。哎，嫂子，我来帮他买单怎么样？你是谁？我机长的朋友，今天才认识的哦。刘先生，哎，不要再管他了，他是个赌徒。哦，你再管他，他还会去赌。哦，本山，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你发誓？你给我发过几次誓了？看看老天爷，他都不相信你的发誓了。本山，我是你前妻呀。哎，你们离婚了？我现在单身，没有男朋友。哦，单身啊。你没有男朋友？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刘先生，你是好人。是啊。想不想知道我全名叫什么呀？想，太想了。叫做流氓。啊？流氓？像哦。走，还债去，怎么样？你真的要替我还赌债吗？哎，我老爹啥都没有，就是有钱。走。哟，宝贝，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害啥羞喽？哎呦呦呦呦，这不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坐。刘总，人家赌债还没有还呢，这卡啊，密码是……啊，这卡的密码明天再说啦。明天就是你的啦！哎呀，小蜜蜂，哎呦，宝贝。我去一去就来啊。OK。哎呦，是宝贝。等会我们一起来个鸳鸯浴怎么样啊？可是刘总，我的赌债什么时候还呀？哎呀，都说了，这事情包在我身上，那也是明天的事嘛，好不好？刘总不要这样，人家还是处女呢。啊？处女？我还没想到离了婚还能是处女的，那我就来验验货了吧。哎呦！哎呀，刘总，那钱，钱，哦，钱，哎，啊，钱嘛是你的，但是我们就来了吧。哎呀，哎呀，流氓，我要回家。哥刚买了一块破地，你就盯上了。
你这不是拆歌的台上歌难堪吗？哎哥，那明明就是一块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一条龙脉，龙脉，你还想骗我？兄弟，我们是亲兄弟，你这样拆我的台就不对，你现在立马给我退出，退出！哎，不，我还得高价竞拍，这个地就是我的啦。你要还是我哥，你就把地让给我，不然我不叫你哥，你还断交。你真是混蛋，家贼流氓！哎，他就像咱亲爹个鸟一样，照单全收。你也不能这样子对哥啊，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哎，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块地了，咱们谈谈女人怎么样啊？哪有女人啊？说起女人，我一肚子的火。你知不知道哥现在为什么还没结婚吗？哥每次约会的时候，你就在后面挡路。你说哥能结婚？哥摊上你这么一个地，真是倒一辈子霉了。美女，美女啊，喜欢吗？喜欢。兄弟，走神了。喂，兄弟。喂，喂，你要干嘛？喂。你干什么了？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让开！哎，两位女神，这允许我敬你们一杯好吗？哎，来来来，我跪。起来！你干什么呀？起来！哎，两位大美女啊，不好意思，吓着你们了。这个是我弟弟，是我弟，一个不靠谱的混蛋，3岁就开始交女朋友，别当真，别当真。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赖猫，你吓着两位女神了，赶紧起来跟我回家。哎哥，你别老拆我台好吗？我好可怜的，又没老婆，又没女朋友。我说大哥。这位是您的弟弟是吧？嗯嗯，对对对对对。赶紧把他拖走，别打扰我们姐妹喝酒的雅兴。走吧走吧走吧。哎哎，真是个奇葩！靠，来，坐下坐下。简直是笨蛋，追女人怎么能这样追呢？要用计谋收复女人心，计谋，懂吗？混球。哎哥，这样，我给1亿，你帮我搞定他们，把我弄他们到手上，怎么样？2亿归我。3亿。4亿，你不许跟哥争老婆。你这小子，你无情，别怪我无义。5亿。赖猫，你迟早会死在女人手里，死得很惨，死得很惨，你给我忍着瞧。哼。哎，中原点，别回来。这王八蛋！不好了，谁的车被砸了？啊！刘总，咱们的合同还签不签了？这么远让我跑这儿来？我在打球，合同当然要签啦、啊。你
让我打完这一杆才签好不好？下午还有两次呢。行了，让我打完这一杆。啊！这混蛋敢砸我车，终于逮到你了，看你往哪跑！哼！阿、啊、哥，你这混球，你砸我车！你别跑，你跟别别跑！你别乱来啊！你别乱来！你这么看你往哪跑？你别乱来！这俩活法，哪弄成这样？刘总，签合同。你没看到我在这吗？吓死我了！讨厌！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来征婚的。请问有没有空姐这条线啊？有啊，咱干什么的？空姐公寓门口的婚介所耶。嗯，好，那一会儿见。OK， 拜拜。哎，胡老黑。听说又新来一个绝世美女，看来咱这个空姐公寓真是金凤凰窝呀。现在的好老婆难找啊，那外面那些女人要么就看上你的钱，跟你还不是一条心呢、啊、他们呀、啊、在外面养一堆的小白脸，给你戴一堆的绿帽子，最可怕的就是生一个孩子出来呀、啊、DNA 还跟你配不上，这不乱套吗？你说我敢随便在外面找老婆吗？刘董，你也遇到过这事儿？没有，我是宅男，当然了，我也还是处男。极品哎！哎，告诉你，我还是处女哦。我们俩不换。哎，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我是真的呀、啊！当然是真的。现在呀，科技这么发达呀，连那个处女也是可以造出来的哦。胡说！我是真的，你不相信？大师啊，极品！我信，我信，我信！我真的相信你是处女。才怪呀！你是处女，母猪都会上树了。那你看。我怎么样呀？啊！我跟你说，黄妈，昨天婚姐给我打电话了，要空姐电话，一个号码给500呢。婚姐也给你打电话了？咋？你不信？不是不信，婚姐她也给我打电话了。不啊，咱们是这个空姐公寓门前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咱们手里。肯定有空姐的一手资料，不过一个电话给我800，才给你500，一看你就没看好你。咦，你说这个婚姐啊，简直是狗眼看人低。昨天那个叫燕燕的空姐包我车去市里购物呢。啊，你有她电话？嗨，那空姐下车的时候把手机落到我车上了。咱什么人？哼，正能量的中国人。嘿，你还正能量中国人？滚蛋吧你！去去去去。那个死黄毛！不过手机呢？你还给他了？是啊，人家还我一个飞吻呢，害得我整晚上都没合眼了。你个胡老黑，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800块钱没影了吧？这个没事，还有我名片呢，说下次用车还给我预约，除非这些黑车司机啊都死光了。嘿，要死也得是你先死。滚！别坐！这个死毛开不起玩笑，简直就是，谁欠坐你车？哎，你这个死黄毛，我看以后谁愿意坐你的车，老是开不起玩笑。这个死黄毛，简直就是，谁愿意坐你的车？以后跟你说，吴师傅，哎，怎么打你电话不接啊？咦，我那个手机没在身上，忘车上，赶紧走吧。哎哎，空姐，咱这车行，您请吧。哎，你站着别动啊，空姐，我马上把车开过来啊。好，谢谢。
哟，这吴师傅人还真不错，简直就是的士司机的典范。还典范呢，我跟你说，我们都是野兔子，这警察一天不抓我们，我们就得求爷爷告奶奶，还得说阿弥陀佛。是吗？我看吴师傅就不是，他还拾金不昧，不像有些人。好，你是？我叫刘丽芬，住对面，昨晚深夜才飞回来。燕燕在吗？哦，燕燕，燕燕好像出去了。你是？我是马航新来的，叫高露露。你好，露露你好。等她回来，咱们一起聚聚吧，我请客。好啊，谢谢。先进来吧。嗯，我看看啊，马航果然出美女，名字很性感哦，跟人一样，女人都喜欢多看几眼，更别说男人了。谢谢夸奖，你也很漂亮啊。嗯，好香啊，露露，我们还是叫个新友吧，我喜欢你。新友？嗯，好啊，姐妹多关照。哎，行，你睡好。哎，昨晚我睡得挺好。嗯，抱歉啊，我怕打扰到你们了，真不好意思。哎，不会，男女之事尽欢随性，姐妹你好福气啊。露露你真好，我就怕你抗议。不，抗议无效。丽芬，你真的很迷人。真的？嗯，露露你太好了，好高兴啊。喂，干什么的？没看到此事牌上写着男士止步吗？你给我站住！哎，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哦，你要知道110那是谁管的，敢碰了我，那才叫做违法呢。我碰你违法？对呀。那你在空姐公寓门口骚扰合法吗？骚扰，哥们，我只是进来找空姐做我女朋友而已。嗯，这个，拿去喝。干什么？你想贿赂我？少来这一套！哦，不行！哦，外面见过不食人间烟火的，我告诉你，最好让我进去，要不然，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告你个妨碍公务。啥啥啥？我妨碍公务？对。那你是干啥的？我啊，只是进去想找找我女朋友而已。你就瞎胡闹吧。110吗？现在空姐公寓门口有一个醉汉在胡闹，请马上协助处理。收到，明白。你说那醉鬼是我吗？不是你，还有谁呀？有能耐你就在这儿等着。所来找你，找我啊？不找你我怎么有老婆呀？哎呦，人家还是处女，你真有眼光，讨厌了。这年代还有处女那玩意儿？你打死我吧！我打你干啥呀？你要是处女，这母猪也会上树，飞机也会下蛋啦、啊！你混蛋！哎呦，这母猪上树关我啥事？飞机下蛋。
来是吧？混姐，混姐，对对对对对，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空姐做我女朋友的。早说呀，害得姐我心跳的一万次。一找我就找对了啊。那就是那就是。哎，空姐公寓听说过吗？啊，空姐公寓。姐你也知道，你真是个犀利姐啊！那个是听凤凰的窝呀。唉，最近还来了一位美若天仙的。那个都是我的姐妹，一个电话不下。什么？不好意思，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今天不办公。嗯，请回吧。我还没有见过跟钱过不去的主。嗯，中介费10000，怎么样？小气鬼，就没见过约空姐出这数的。散吧。哎，关姐，你给个内部行情价，到底现在跟空姐做女朋友多少？问行情啊？嗯，我可是一字千金啊，按字算的。啊，行，你开价，我给支票，怎么样？空姐电话，17000。约空姐吃饭，21000。你吧，先给20000，我找你1000。哇，这几句话就19000啊！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假货，你是不是票肯定也是假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这个好。拿去银行赶紧去看看是真是假。真给我的？对，明天约空姐到上帝路天上人间九星级酒店仙女湖包厢吃饭，事成之后他还有重重有酬。多少？哼，多的你背不动，自己好好想想吧，走吧。怎么了？那个王八蛋居然拿非国际航班做诱饵约我出去吃饭，竟然想给我下药，气死我了。谁下药？关调度。关调度就是关上智，以后小心点这个人。王八蛋，看他那眼神就不对劲，我赶紧把我的饮料跟他兑换了，结果他自己趴下了。得罪了调度，你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反正我就破罐子破摔吧，再不行的话我就找个金龟婿把自己嫁出去。你现在现在混了几年还是个两仓乘务员。哎，牛总说下个月升我做代理乘务长，为了这个事我都请他吃了好几顿大餐呢，快破产了。哦，原来你有靠山，难怪不怕得罪调度。靠山？傻妹妹，靠山就是出卖自己的色相，懂不懂啊你？哎，那个牛总啊，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把咱们好多姐妹当礼品送人了，你小心点。啊，当礼品送人？不过你也不用怕，铁打的航空，流水的空姐，此处不留姐，自有留姐处。哼，
咱们那么多姐妹跳槽都是家常便饭的事，现在很多航空公司招人的，今天就有人找我了。啊，你要被挖走？嘘，小点声。嗯，一个小小的调度居然敢对本公主有非分之想，活得不耐烦了，真是。可是夜夜，以后你得罪调度该怎么办呢？凉拌吧。哎，好消息，姐妹们，走，我请客。你请客？什么好事？刚才光调度打电话跟我说，下个月让我飞国际。哟，可怜的小羊，灰太狼有那么好心吗？夜夜，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呀？心情不好吗？高兴，当然高兴了。高兴你就要落入狼的陷阱里了。说什么呀？女人打江山不就是靠石榴裙收服山河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这个生意怎么做啊？最近啊，工资也没有的，差两万块钱还没法还呢，小孩都没法交学费了。哎，吴师傅，哎，三位美女空姐，有失远迎，坐我的车吧。三位娘娘，你们可算出来了，我家三个孩子没饭吃了，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了，你就行行好，坐我车吧，我给你跪下了。哎，胡老黑，你这客人是我先看到的，你给我一边歇着去。梅小姐，您帮帮忙吧，求求你了，坐我车吧。我的车吧，我这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欠的赌债没还，人家要剁我手脚啊，坐我的车吧，求求你。我说你俩够有意思的啊，闹够了没有？再闹我们走了。不，走，黄毛，你小子够狠啊。既然是这样，你们三个就坐黄毛车吧。哎，我看行，这比较合理，坐我车吧。哎，我说吴师傅，你人挺好的，这么顾家。这样吧，给，拿着，拿去给孩子买菜去。不用，先去。哎，这不行啊，这胡老黑还没干活呢，你就给他钱。这是人道，你永远不懂。人道，这。是啊，哥，你怎么来了？啊，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好消息，我给你找了一位空姐，做嫂子的。切，那你在干啥？哎，你不认识吗？你嫂子就在里面唱歌，我是来约会的。在里面？啊？听不懂。就是里面最漂亮的那个。一个表情，一个表情，咱们讨论一下，让着我，你开个价。你个畜生！那个是你未来的嫂子，为了嫂子你都敢打？哥，我出来！哥，我出来！哥，要不是你从小让着我，我会叫你一声哥。今天你要是不让我一个，我跟你断交！啊，行了行了，这样子吧。等我把里面那位空姐弄到手之后，我也叫你嫂子帮你介绍一个空姐。那我也满意的事情，我等不及，今天我得要一个。哎，行了行了行了，我马上就进去给你当，好吧？嗯，让开。哎哥，要不今晚我全买单怎么样？你傻呀？里面那些都是美人来的，都是空姐来的，都是我的，怎么能让你买单呢？哥，你要几个老婆？是吧？那个就一个，怎么样？不行，那里面的都是我花尽心思弄来的，怎么能让给你呢？花尽心思？哎，你怎么认识啊他们？哼，
我的私人侦探把那个门弄来的。私人侦探？对啊，私人侦探。滚！哎，我出来！啊，你这个王八蛋！啊，这王八蛋！行行行行，到了，下车下车下车，快！哥，哎，赶紧下车下车下车！力宏，下车到了。我不要，我要睡觉。快点，小心！拜拜，小心！哎，你慢点儿。哎，没事吧你？我要吐，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毛毛过来。好嘞，姐妹。来来来，还是姐妹。蹲下，快点。啊，干嘛呀？让你蹲下就给我蹲下，少废话。干嘛呀？蹲下，蹲下，把我姐妹送回房间。啊，不会是真的吧？听见没有？快点蹲下。哎，好嘞。赶紧的。看你这又矮又矬。能驮得动吗？哈！哎，咱就一小毛驴，您嘚一声咱就跑，不能跑，慢慢来，把我姐妹送回公寓，有赏。好嘞，那咱就是劳斯莱斯，舒服着呢，来吧。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慢点，小心，哎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有没有搞错啊你？靠，你怎么回事啊你？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姐姐就您这一口，慢点，警察非得判我一个醉驾不可。哎呀哎呀哎呀，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哎呀哎呀，这没用的东西，没用，混蛋。哎呦呦哎呦呦，别打了姑奶奶。哎呦，别打了。哎呦哎呦哎呦，别打了。哎呦哎呦，救命。哎呦，救命啊救命啊，快打119。我今天飞北京，备课时间忘了，记过了，扣分了，现在完了，直升机也救不了我了。没事没事，明天才飞。你说明天？对，明天几号？明天才30号，你看。我靠，吓死我了！我以为就要迟到了。没有没有，燕燕啊，你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先睡会吧，好不好？嗯，好困啊。我先去过去了。啊，等一下，怎么了？你要睡我吗？哎，别闹了。啊，来吧，哎，来吧。干嘛呀？姐妹们，吃早餐啦。啊，哦，不吃了，还没睡好。嗯，饿哎。我不吃早餐，我要吃奶奶。奶奶！哟，刘董来了。哎，昨晚约会怎么样了？哎，别提昨晚约会了。哟，这是怎么了呀？这是啊？哎，不对呀，这黄毛带路，做卧底都是确切情报啊。这还有错啊？哎，你别提了，黄毛的情报是没错，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嘿，程咬金那可是唐朝大将啊，他也来了。哎呀，我说的是我那混蛋弟弟。弟？对，我弟弟3岁开始谈恋爱，专为女孩子打架。是个情种。是个情种啊，朝三暮四的，一天换3个女朋友，
那是赖毛。他外号就叫赖毛，你咋知道的？啊？他呀，从小就欺男霸女，在我家就是个活土匪。哎，对了，昨天我就来了一个不靠谱的主，赏了我20000块纸条，就是让我约空姐去那个上帝路天上人间九星级酒店仙女湖包间吃饭。可是我打开地图，找遍整个网络，没这地儿啊！笑死你了，上帝路。上帝路那是死人走的大马，你有没有听错啊？不可能，我还录音了呢，要不你听听。听听听听，上帝路谁这么爱搞恶作剧啊？搞恶作剧搞个婚姐上来。上帝路，天空姐大上帝路天上人间，这就是我老爹跟你说的话。吃饭，慌啥慌啥？原来你弟弟他不是人，是死人啊！我弟弟他是活人，只不过他不说人话。那还不是死人呢、啊？幸亏我没有找到空姐去给他赴约、啊，这不是砸了我招牌吗？他现在没有砸你招牌，但是抢了我的机会。抢你的机会？对呀、啊。咋回事？昨天晚上我不是约了一帮空姐在 KTV 唱 K 吗？这回那个不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噔噔噔跑过来陪着那帮空姐拼命的喝酒。哼，他不但不感激我买酒给他喝，他还到处拆我的台，搞得我很难堪啊。哎呀，丑态百出啊。我呢怕他喝醉酒出车祸，结果两步路没有到，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动不了了。那后来呢？哦，后来能怎么样呢？谁叫我是他哥啊？我不可能看着他死在那里吧？我说呀，你俩都不是什么好南北。南北啥意思啊？就是一对混球。温姐，爱情是自私的，他要不是我弟弟啊，我就把他给掐死了。哪个好看？这么漂亮，这么迷人，这么性感，这简直就是男人们的杀手啊！你几个意思啊？再调侃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啊！土豪变身哪个不哈拉一地的？谁？谁哈拉一地？我看是你哈拉一地吧。偷心贼，对，是狼就磨好牙，是羊就练好腿儿。对，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懂你，至少我们自己还懂自己。因为美貌才是征服这个世界的主人。其实咱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咱们自己。为什么呢？男人嘛，随时都可以搞定，但是咱们自己就优柔寡断，唉，是不是啊？嗯，当断则断，不留后患。哎，还我20000块钱来。鬼，你才是鬼呢！你不是鬼啊！滚你的头！上帝路我去了，可都活的上不去啊，那是死人去的地儿。啊！我说你。
鬼啊？啊，我哥让我到这里来找你，他不是人，我才是。啊？你哥死了？啊，对呀，他早死了。别罢了，最近这个空姐工艺啊，新来的空姐越来越多，是一个比一个都漂亮，是啊，漂亮是吧？耶，黄麻，咋回事啊？垂头丧气的。哎，别提了，有人给我下黑手，真是活见鬼了。呀，鬼也给人揍了，真是奇大怪了。小子是不是交了逃犯院了，抢了别人的老婆？呸呸呸，你个乌鸦嘴！哎，你这该死的鸟，八辈子也别想做人。他就不是人，比你还坏。那是西施。去，余钱。哎，钱。嘿，钱。这个死毛毛，一块钱。一块钱。哎。叔叔，叔叔给我。好，叔叔给你，叔叔拾金不昧啊。你要不跟我搞一个空姐的电话给我，要不就给个活生生的空姐给我，要不然霸占你的婚介所，让你给我打一辈子的义工。还真是一个赖毛啊。哎，我觉得你这人也不赖，和空姐也差不了那么几分。哎，还讲点信誉，这样子，这两万继续拿去，空姐一定要帮我找到。哎，对了，也不知道哪个混球王八蛋把我的轮子给偷走了。你说也奇怪啊，你说这偷车贼不偷车，干嘛偷点轮子呢？坤姐，坤姐，坤姐，空姐电话给。真的假的？骗你是猪，花1000块钱买的。800的生意，你花了1000块。这么说。我还得给你2万。哦，我给你个2个。哎，坤姐，你这样可不行啊！现在这啥都涨价，房子1天1个价，猪肉1天1个价。哦，黄毛，你别跟我耍心眼儿。耍心眼儿？我跟你说，你不要给我。人家出2000，我都没给人家，我这是义气，我才大老远跑过来给你，你给我。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别走，这样子咱们给我5000怎么样？你要这玩意儿干啥？你管我干啥？不是，你想泡空姐？啊，不行吗？行，太行了、一看您就是款爷。哎，来来来来来，啊，支票拿去，自己到银行换钱去。啊，不是现金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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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这，我哪有时间去银行排那长龙姥姥队呀？再说了，我这车上还有俩轮子。轮子？啊，对呀，我这是保时捷牌子的，原装进口货，杠杠的。啊！你这王八蛋！不要打！哎呀！别打了！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不要拉着我，我今天不是打架，我今天是杀人。保安哥哥，您，您辛苦了。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这个男女不分的阴阳货，这么肉麻恶心。保安哥哥，我是来找那个女神的，求求你让我进去好不好？顶个红包包，可以买房子。不要不要，别来这一套。娶老婆，不义之财我不收。空姐公寓，神圣不可侵犯。快点。嘿，我都不信收买不了你这小小的保安。
今天我都不走了，咋的？除非你打死我算了。喂，我告诉你，你不要瞎胡闹啊！要不然我再放狗咬你，你就完蛋了。放狗？我也有狗啊！放狗咬我？到底是你咬我，还是狗咬我？滚蛋！再不走，你就等着喂它吧！你们，去不了。哎，山本健男，你怎么在这儿？哎呦，空姐姐，是你啊，这么巧！女神，你。西瓜皮？谁是西瓜皮啊？哎呀，就是他嘛，一个死皮赖脸的西瓜皮，讨厌死了。请让一下，我赶时间飞航班。我送你吗？答应我好不好吗？走开走开，干什么你？别耽误人家上班。女神，女神，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八个洋路。女侠，美人啊！女侠，走啊！那个山本健男，一个日本人，上次飞东京航班里一个激闹，还被空警当场制服了。哎，那家伙有点背景，他老爸可有钱了，是专门收购和兼并别人公司的大财团。你怎么了解他？我当然了解他了。上次在航班的时候，他一直都黏着我，还跪着跟我炫富呢，把他祖宗18代都抖出来了，最后我是没办法了，只能找空警。结果他倒好，居然冲着空警发飙了，还当场跳起了脱衣舞，全场一片混乱。哎，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还真的出产不少这些怪异的人种。这个世界上诱惑无处不在，世事触目难忘，爱情真真假假，人人逢场作戏。叶叶，你真像个诗人。真正的诗人是诗诗。诗诗，哎，姐妹们，今晚我请客 ，K 歌去吧。好啊。走吧，明天我有航班。航班啊。那你就乖乖在这里待着咯，我们自己去咯。不行，露露，一起玩，一起玩才开心，走吗？那航班怎么办？早点回来，保证不超过12点 ，OK？ 对呀。那好吧，走吧。耶耶耶！喂，妈。的，我今天就会去看你了。好，原来是空姐，这么巧。库里西娃，哎，你怎么进来的？请你出去。山本健男。你怎么在这儿？空姐都是空姐啊。燕燕，我会跳宅男舞，大家要不要看我绝世宅男的绝技哦？别，你又想跳上市机舱那个舞蹈啊？不不不不，我还会跳脱衣舞，很妖艳哦，大家要不要看哦？好好
好，宅男舞、脱衣舞，嗨起来！什么人？请止步。保安哥哥，请问你在叫我吗？哎，这又没其他人，不是叫你叫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空姐公寓，请看指示牌，男士止步。那你看我像男人吗？不男不女的，你是从泰国来的？没事，赶紧走，别捣乱。哎呦，喜林，人家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怎么办呢？赶快走，赶快走了，走了。你走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你信不信我放狗咬你？不，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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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摔断了，你能带我去医院吗？一个经不起摔的男人不是好男人。站起来，走几步看看。啊，你欺负人？他欺负你？嗯，不，我看见了，是两狗打架，你拉偏架，逃跑时西瓜皮欢迎了你。您是？女士你好，我叫三本电兰，是日本人，我来中国学习中国汉语。我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当然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可以交一个喷，一只金凤凰，女神空间，女神啊。来了，美女，这就走，美女。哎，你这脸怎么了？他能干什么好事？肯定是被人揍了呗。不是，我是行侠仗义抓小偷来着。赶紧走吧。哎，黄妈，你这牵一个轮子，你走什么走啊？滚蛋，你就下车蛋。哎，果然三缺一，这怎么弄啊？我们还要赶航班了。就是啊，哎，哪个坑爹货干的？咱没缺过德，德今天怎么缺了我呀？赶快找轮子去吧，米小姐，走，跟我车去。这轮子怎么能飞了呢？不可能啊！来，刘总。哎呀，你可来了，来，快来，哎，往这走，哎，进去，哎，就是的，兄弟，你
出手了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航空公司最漂亮的空姐高露露。你们好。这两位是亲兄弟俩，这位是刘董，这位是刘总，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啊。但是现在还是光棍一条。你这个刘总啊，这你都能说出来。露露香，你看，早就听说你非常的漂亮，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哎，咱们书归正传，先入席吧。啊，好好，入席。好，行行行，走，行行。哎，露露。刘总，我是做歌的，做歌的现在的还是单身，做地的是不是该让一让？应该，应该。哎，刘总，他也老棍棍一条了，就该去修修佛、练练筋啥的。你说啥呢？哎，二位啊，今天我们不是相亲会哦，是包机洽谈会啊。啊啊哦哦，对对对，包机会，包机会，我呀准备包架专机飞往三亚去参加博鳌论坛，我还要请一位最漂亮的空姐陪着一同前往，完了之后我会在高端大气环境优雅的美林湖送一套最豪华的游艇别墅给这位小姐。露露小姐，我觉得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刘总，我也要去一趟巴西看世界杯，巴布飞机区，价格你定。哦，只是想请露露小姐一道同行，回来我还送她一张金卡，抱她一辈子花不完。兄弟，嗯，谁买单咱俩回去再商量吧，现在露露小姐肚子饿了，我们先吃饭吧。哎哎哎哎，牛董，今天99万一桌的龙宫宴我买单。二位，你们太客气了吧。啊，小意思。哎，不要浪费了。小意思，小意思。嘿，浪费。昨晚我到金库转了圈，我的钞票都起没了，那才浪费呢。服务员，上菜。哎，上菜。牛董，我男朋友在外面等我，我是来请假的，不好意思。哎，露露，刘总，露露，男朋友，这怎么回事啊？就怪你，你这随便把露露小姐给吓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露露，露露，你别跑，露露，别跑，我们回去吃饭了。刘总，我真的有男朋友。那你下来站起来看看。露露，上车。哎，哎，刘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男朋友，拜拜。拜。哎，哎，哎，哎。你怎么这么粘人呢？我刚出门就被你逮着了。对不起啊。幸亏施施陈务长找了燕燕替我，要不然我又得记分扣过了。哦，这样我就放心了，要不我还老是担心的，怕你受影响。提这么快？你记上，要不然万一要摔倒麻烦了。这样就好了，谢谢。现在几点了？现在，哎呦，快到我们时间了，该我们去打球了。
怎么样？不错吧？嗯。电话响了。喂，你好。哦，新来了一位空姐。好的。哦，我晚上去接她吧。嗯，好，晚上见。嗯，拜拜。我该吃饭了吧？哎呦，不好意思，晚上我们这边来了一位空姐，我得去接她。空姐你要吃饭吗？吃完饭接她，好吧？不行，人家刚来。给你吧，谢谢。别啊，刚来。哎，露露，刚来，咱先吃完饭再说嘛。你看，这么漂亮的空姐都给你气跑了，包机的事你去跟刘总谈，你先报吧。哼，空姐都有男朋友，包包包包个蛋呢包。那总得吃饭吧？吃饭？我现在只想打人。喂，你不要赖了好不好？99万的菜是你点的，你不买单谁买单啊？空姐都跑了，我只给空姐买单。其他的说谁也不给买。哎呀，二位别吵了，我刚刚打的电话调了几个空姐过来啊，他们可是航空公司刚毕业的初鸟。哎，要不要聚聚吃个饭呢、啊、唱个 K 呀、啊？是不是真的啊牛总？不要又像高露露一样跑了哇。哎呀，绝对我都包到我身上了。不要看我们一个小小的私营的那么一个小航空公司比不上国有的大航空嘛，我告诉你，我们的政策是灵活的哦，机票打折，空姐漂亮，嘿，那航空餐是多样多味啊，其他公司跟我们比，好好学着点吧。哎，刘总刘总，让我哥先回去，今晚我要然后让你陪你喝上几杯好不好？凭啥呀？凭啥呀？刘总今天是给我面子才来吃饭的，你在这瞎起啥吗？刘总，要不这样吧，你改天再叫那几位空姐过来陪我吃饭，今天啊免了，有我这个赖猫弟弟在这里啊没法玩，我惹不起他，我先走了。刘总啊，难得你一片美丽的大餐会尝尝吗？啊！哎，刘总，要么他哑巴，要么他买单，他一说话就得买单。刘总，你……哎，他说了，他买单。你不要那耍赖了好不好？我只说了半句话。哎呀，刘总啊，你不要欺负你哥了啊！你再欺负我，跟你断交。哎。刘总，今天晚上我们吃烤全牛，铁板留下水，啃牛头，哎，还有吃牛鞭，好吗？来猫，你别再说了，你看刘总，刘总，刘总，哎，刘总，刘总，你怎么了？刘总，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小姐的。那我们都是小姐吗？这样子？我不是在说你们姐妹们，是牛总勾结权贵富商，拿我们姐妹的尊严消遣。是啊，在那些男人眼里，姐是仙女，姐是武则天，那些臭男人，天天想着吃天鹅肉。行了，你不是武则天，咱也不是什么仙女，不就是一个空姐吗？他们那些吃饱了撑的，腰里有几个臭钱的臃肿男人，没正事干，天天想着人肉色欲，简直猪狗不如。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那么多了，我要赶紧给刘总回个电话。我的事你别管。哎呀，来来来来，你嘴放心吧。水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好玩？弯弯的歌曲从天上来，流水像那万紫千红一样。
了，上车。刘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男朋友，拜拜。拜。哎，哥们儿，空姐呢？空姐呢？妈妈，下去了，下去了！哥们，空姐呢？空姐到哪去了？没有。我没看到，我睡着了。喂，刘总，刘总。你那六个空姐哪里是雏鸟，那是老鹰。你看把我抓的，把我都像老鹰一样咬的我。哎呦，刘总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下手了？没有，刚才我专罪把他们开了房，他们一个个都在那房里跑了。你开房，那我呢？你们两个混蛋，背着我跟空姐开房，现在空姐跑了，跑哪去了？我的空姐，他们都跑你房间去了。好，进谁的房就归谁，嘿嘿，这是天意啊！哈哈哈哈哈哈！刘总，我刚刚看到你房间出来六个空姐，都去做黑的事跑了。哦，刘总，不要生气，今晚九万九的牛下水，我继续请你吃。谁他妈再给我提牛下水，我他妈跟他拼了！哎肖先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都跟你说了，今天晚上我要飞航班，最多给你十分钟时间。啰，不用十分钟，99秒就够了。你看，这私人游艇、私人码头，还有这私人别墅，都是为你准备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有你才配得上他，喜欢吗？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你应该带你的女朋友过来，而不是我。我没有女朋友，真的。来，怎么可能？我们去游艇上看看吧，走。这里环境好美，湖好大，好绿哦，不错吧？嗯，你可不要小瞧这个地方，这里可是块风水宝地啊！就在刚刚，这里发现了一只绝迹几千年的玄龟。玄龟？对，玄龟。据《山海经》记载，玄龟是周文王座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一，四大神兽当中的玄武神兽。它代表着北方之神，就在这里发现它。这里？对，就在这里。真的假的？骗你做一辈子小狗，汪汪汪！啊，现在几点了？现在6点。六点？啊，知道了。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哎呀，迟到了，飞航班迟到了，怎么办呢？这样你等等我，我用车送你吧，好不好？赶得上飞机吗？我赶不上飞机，可是这别墅怎么办呢？一切物质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闪开！谢谢你的好意，再见。不，再也不见。露露，露露。